再来看一下这一颗风车茉莉，来看打完顶之后，这下面的这两根长得多快，这一个已经长得这么高了，所以啊，这个打得还有点晚了，当初不舍得，其实是一定要下狠心剪，下面的话才长得更快。再来看一下这一盆睡莲，这一朵花苞好像已经是完全开败了，来看干掉了，把它给拔了。这里一个，这里一个，哇，终于是两朵花同时开起来，好漂亮。哦，下面又开始长的新花蕾来喽，所以这个睡莲还是不错的，这个花可以不断不断的长出来。哎呀，这个花又漂亮，我喜欢。再来看一下这个令箭荷花，这个令箭荷花种下去到现在都没怎么看过它。来看到没，这一盆的话长出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壮芽来，而这一盆的话大家看，这个壮芽都已经长得这么大了，然后两边的话又长出这个芽来了。哎呀，我希望长快一点哦。再来看一下这一颗葡萄，上一次给它做牵引的那个地方往上的全部都垂下来了，可能昨天又是大风又是大雨又把它给刮下来了，现在又来再给它做一下牵引，让它继续往上爬，这样绑一下是不是好多了？但是我只有这么高，要不然再往上面再绑一下会更好一点，下次要拿梯子再来给它绑一下。